谢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名字呢 ，InDesign 是属于我们台湾的。哎，蚂蚁，你知道吗？在这个台北东区哈，现在开了一家店，就叫做 InDesign， 里面有很多世界级的精品，更重要的是支持台湾的服装设计师。对，你知道吗？在日本的节目有看过，就是台湾的设计师真的现在在世界上发展的很好。没错。对，很有。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打开年代电视台，你可能也看到一个节目叫台北 InDesign，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兼主持人，外界称他叫时尚 CEO， 因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生意人， CEO 但是他特别的支持台湾的设计师。我们一起来欢迎温小红小姐以及 InDesign 的顾问李佑群老师。再次欢迎李佑群，欢迎，以及我们几位台湾的设计师。哇，这个要请我们 CEO 来介绍一下。哎，台湾人自己捧场一下，好不好？我声音大，嘿，台湾真的很厉害，你们都可能会被他支持到哦。你要搞清楚，如果你喜欢服装，就要认识时尚 CEO， 跟大家打个招呼。谢谢焦哥，大家好。今天呢，我是温小红，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来参加 Super Girls Festa 这个的盛典，那真的是太隆重，实在是太开心太嗨了。是，不过我们更开心的是看到像您这样的，就是非常有经营头脑的人来支持台湾的设计师。所以你们在成立 InDesign 的到底原始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节目，然后我们希望呢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设计师学生们共同来参加比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不断的这个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像我现在左边的这位吴日云先生呢，他就是我们超级设计师大赛的冠军。 那好年轻哦！掌声鼓励一下，加油啊！站上世界舞台，而且日云呢，他其实才刚刚参加了东京时装周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站上这个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日本东京跟台湾跨界的舞台呢，真的觉得特别的嗨。没错，那佑群老师身为顾问呢，您看待这个我们 InDesign 的整个趋势啊，或者他们的做法，您有什么感想？其实我今天很开心，因为我觉得 台湾的优秀设计师也可以跟日本模特儿一起合作，然后创造出非常非常国际性的一个作品。那尤其像刚刚日云啊，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他们的作品居然山田优小姐，我心目中的偶像穿上去了，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荣幸，也希望 所有人能给台湾的设计师再一次的掌声，真的加油加油！如果因为台下有很多朋友，可能你正在读服装，正在读设计，我们需要的就是像这样的经营或顾问，带领我们站上更大的舞台，跟其他的国家交流。真的，像我们今天的话，也包括了是我们的这个首席的潘一良老师的作品，还有许居元、吴日云，还有陈敏晶以及 Gary Lin。 他们共同呢都能够来这个呈现在这个最棒的舞台上，但是呢，如果没有得到所有这个消费者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给我们 InDesign 时尚概念店的加油呢是不会成功的，没错，所以要谢谢大家。是，佑群老师，那你觉得，因为你是横跨台湾跟日本两边的一个资深编辑，还有顾问哈，对，都很忙，对，很忙，又有节目，那你觉得台湾设计师的优势或特色是什么？我觉得台湾设计师就是有一个创新的能力。 然后不怕生不怕磨练，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新时代最厉害的地方，我很佩服。没错，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耐操的精神，无动逃啦，对吧？哈，但是更重要的是 InDesign 在此刻已经做出一些成绩了，我们请小红姐分享一下。哇，昨天呢，我们跟这个 Nike 全球这个五大城市，包括了伦敦、巴黎、米兰、东京及纽约呢，共同同步上市了这个限量款的这个鞋款的这个首卖。 那当然也是跟了我们五位优秀的设计师共同合作的这个结晶，所以今天能够来到 Super Girls Festa 的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显得更有意义，又是一个跨国际的合作。对，跨品牌、跨国际的合作是现在的趋势，我们很开心、乐见这样子一个交流。辛苦二位了哈，不好意思，我们整段都在讲台湾设计，那位日本人就不好意思接话了哈。没有，我很鼓励台湾设计师，他应该有穿很多台湾设计师品牌的，有机会交流，希望就是时尚界的交流啊。 就是日本跟台湾的多多交流，没错。好，那两位设计师要不要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下次就是明日之星了，来来来来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日云，很开心今天来参加 Super Girl 这个活动，加油哦！加油加油！我今年23岁，才23岁耶，好棒，好加油！ 大家好，我是陈敏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设计，谢谢。好，大家下次去东区逛街的时候，记得钻小巷子去逛一逛 InDesign， 看看我们顾问跟我们时尚 CEO 的相关的付出，或是打开今天自由时报，也会有我们
这个 CEO 的这个很大篇幅的头条新闻。谢谢四位 ，Thank you， 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加油加油，为台湾加油。哎，其实这个舞台好棒哦，就我们有台湾也有日本，大家一起哦做 fashion 的一些工作。哎，不只是那个 fashion 上面的交流，刚刚有音乐上的交流，对，还有吃的交流，美食交流都有。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交流呢？来 ，Super Girls Festa 下一个环节。走起来真是太好看了哈！欢迎三位，来，老师先跟大家问好。啊，所有现场的朋友大家好！现在看到很多很多漂亮的女生之外，也看到很多男生哎，所以其实所有的人真的都对日本的流行资讯非常的热衷，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在今天能够找到让自己变帅变美的方法。好，我们待会呢就要请老师跟我们这个教学一下，那也请齐藤也跟大家问声好。嗨，沙子。大家好吗？好，好，好。我是蓝子琪，杂志模特的。杂志模特儿，杂志模特儿，他在自我介绍。杂志模特，叫我夏志敏。他的名字哦，谢谢谢谢，好，谢谢夏志敏さん。基本下美哈。哎，伊势川さん、どうぞ。はい、伊势川さん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吗？好。我是 Poptin 杂志模特的。Poptin 的杂志模特。叫 Mizuki。好可爱哟、哦！我很羡慕这个时候。哎，这时候讲中文是最可爱的时候哈。不过刚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两位美女一上台，我第一眼就被他们的眼睛给吸引住了。然后我刚刚就问了一下是什么，原来这个叫做 AB Magical Fiber Two 新一代无痕眼皮线。是这个产品吗？对，让他们的眼睛这么漂亮，它就是能够自动帮你变漂亮的眼睛的一个秘密武器。其实我在很多地方都跟大家介绍过了，它叫做 Automatic Beauty AB， 我们简称 AB。是 AB， 它是一种呢能够让你的眼睛大小眼解决、泡泡眼解决、一单一双解决，这很重要哎。Before After 漂亮的双眼皮，对，大小眼这个很失礼啊，泡泡眼就很尴尬啊。有些时候你每天早上起床明明很有精神，但是到公司人家以为你前一天看太多日剧哭的，或是宿醉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就需要 AB 喽。是的，哦，很简单的方法，太棒了，待会我们试试看。西川小姐、齐藤小姐可以分享一下使用这个的感觉吗？はい、今日も使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とっても自然で綺麗な仕上がりになるんです。他今天也有用，他觉得用起来看起来会非常的自然。是，好，那既然这样子都这么漂亮，我们是不是现场来试用一下？好不好？好好好好，今天
这是谁要来试用？有 model 吗？我刚才在后台已经帮我们这一次的选拔的、女生幸运的女生做了半脸的改造。